正坐在旁边认真的低头看书呢，大人小孩都疯狂的，还有这100只哆啦 A 梦，每一只都是按照原比例打造，和漫画里的哆啦 A 梦一样，有129公分，手上的道具全不同。我最喜欢的是竹蜻蜓的哆啦 A 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竹蜻蜓可以带我去玩游世界。他停下来不要动了，那太近了。你要大家 Konica 不是在 Canon。Canon 对 Canon。搞错这么近了，讲什么都给你看完。还有没有看背动一下？